Hello， 今天換了少少角度，因為呢我們可愛的店員咧話我哋咧裝咗翻啲燈嘅，咁同埋咧阿店長今天有很多很尊貴的俾大家睇啦，咁都好想俾大家睇到啦，咁所以咧唔知道角度你哋會覺得係點啊？啊，好似未反轉添啊，係咪啊？反轉先，唔係呢只反轉，睇下先。啊，反轉翻啦 ，OK OK， 可以啊，可以。好啦，變翻正常樣啦 ，OK。點解咁嘅？如果咁樣嘅？騰開咗我自己先，嚇親我啲，係咪覺得大家好似拍緊2046警匪片咁樣啊？有冇見到我哋啲袋今晚係咩色噶？綠色。都係同你哋玩啦，咁 OK 啦，咁多謝你哋嘅收睇啦，咁啊睇下點樣啦，不停咁幫我喺度拉住啊，嚇？邊度綠色？呢個唔靚咩？大熱嚟嘅喎，今季。佢呢一個牌子叫大熱，今季就係綠色喎。嗯，係啊。睇下先，我睇下我啲觀眾學講咩先。變咗綠色係啦，Hello Cat，Hello Annie， 你好嗎 ？Annie，Hello Connie，Hello， 係啊，變咗綠色啊，因為頭先我嗰個左右未 tune， 係啊，咁跟住 Hello Janet， 咁今晚就店長有好多好靚嘅嘢，有一樣嘢嚟等咗好耐啦，有得賣。咁希望店長個價錢温柔啲，我唔知幾多錢呢個，佢計緊 ，OK。咁跟住咧，睇我睇下先。哇，好得意啊！呢個好靚啊！呢個得意啊！呢個，你知唔知道我見到啊？佢哋啊，好多用途噶，又可以綁袋啦，綁寵物啦，綁自己啦，乜都齊。綁咩啊？咩啊？我咪同我 friend 一齊買咗我嚟著恤衫嘅時候戴咯。係啊。哦。係啊。Hello Sydney。我今日新形象 Karina。是啊是啊，今天卷亂了我的頭髮啊，但還要卷到很亂的嘛，因為我在Hello Windy 重手了因為我今天很晏晝很有心機地買了支日本東西在噴啦，在日本買回來，他說是可以沒滅直的，因為其實我的頭髮很易直的，即是可以卷完之後直，因為今晚我要去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除了做 live 之外，所以呢我必須說頭保持這個幫幫頭咁樣咧，係去到嗰度嘅 ，OK。又咳啦，點再聽到人講嘢喺度，好鬼衰。係啦 ，Hello Lily，Hello Chu Chu。啊，佢對自己咳啫，我對自己咳。咁樣咧，你啲嘢係 make sure 底先好啊。咁啊，有一年啦，有個好得意嘅袋啦，卷得幾好，多謝。Hello Mary。你好 Mary， 好鬼亂的我呢隻款，因為我嗰隻卷咧，而家呢個絕跡咗噶啦，呢個 So Kelly 喺我後邊，好啊，咩色噶？呢隻啊？喂，我自己開定啊，攞定個鎖匙先。唔知我自己。嗱，跟住我點樣 ？Hello Sita，Hello Jenny。一見到 Jennifer 就要嗌翻呢個好 sexy 嘅名 Jennifer。咁好啦，咁就等下店長再 like and share 啦，我就開始講 OK。咁跟住，如果大家想睇啲咩咧，話俾我哋知啦。咁今晚得我同店長啦，咁可能會慢少少，但我盡量講咗啲你哋要講嘅嘢先，因為我知道啲朋友可能聽日仲有嘢做嘅咁樣，係咁，所以可以跳講嘅，唔係一定要跟翻我個 flow。OK， 最緊要係你哋開心啦，睇得開心啦，咁樣嘅。唔該幫我 like and share， please please。like and share 啊！我噶。
人 share， 俾人 share。因為店長要 send 一啲俾啲即係睇唔到我哋 Facebook 嘅朋友，所以咧佢要啲時間。咁我哋講完啲輕強啲嘅嘢先。咁有啲朋友仔就要等一陣。嚇？咩話？趕住番簡先。好，嗰啲番簡喺邊啊？同埋佢哋係咪要沖涼液？因為咧，店長話收到 message 有幾位觀眾咧話要番簡，但係當時我哋新年嘅時候咧就得嗰兩嚿番簡，跟住俾你哋買曬。咁跟住而家就多翻多咗幾嚿。咁如果有啲朋友仔需要可以買啦，都係200多蚊嘅啫，我哋買係咪啊？250。咁大家中意嘅可以帶走佢，因為好香，隔住個盒都聞到，超級香係啊。咁 chili 味係容易去 handle 嘅，不過沖涼真係正。可唔可以同埋男人味啦？係啊。男人味同埋男人味啦，350係嘛？350男人味350。唔緊要，咁我講嚟先。O K 啊，睇下先。Queenie 都未入嚟啊 ，Queenie 可能呢排好忙。冇啦，過咗啦。唔係啊，我咩？咁都系點啊？要熄咗佢再開個，唔好啦，嚇親我哋啲觀眾啊！點解變咗綠色嘅？頭先嗨到個仔，都話今晚綠色係 theme 嚟噶啦。咁啊唔緊要啦。咁啊，我哋開始講佢先。咁啊，店長又佢自己 share 俾一啲未入嚟嘅觀眾啦。OK， 咁都係第一收睇咁星期五嘅直播啦。咁我係 Cherry 啦。咁今晚咧都係會講一啲好多CC嘅。咁我今日咧已經。Later， 我已經孭咗我好中意期待已久嘅粉紅 CC 心形盒仔，多謝你啊！我好中意佢，今日仲要係只先攞出嚟戴嘅 ，OK？ 新手想問點樣俾錢 ，Winsy 好。例如啊 ，Winsy 你咧睇中咗佢咁啦 ，Capital。WhatsApp 去64444870，你首先咧要加咗 Hello Kitty Kitty Kitty， 跟住咧唔係叫 Kitty 伸隻手出嚟 ，OK， 跟住咧好啦 ，Kitty， 好似追啊 Kitty 咁樣，Kitty 話：你攞只全部轉嘅先啊，去爸爸之後。OK OK， 知啦。咁跟住咧好啦，咁呢只咧簡單帶嘛你，簡單。咁又 OK， 簡單大。咁跟住咧，例如佢睇中咗啦 ，Capital WhatsApp 去64444870。咁有同事會接洽你，咁我啲同事咧就會同你講個入數方式啦。咁如果咁啱有幾位朋友都中意嘅話，可能我哋就會以入數為準咁樣嘅。係啦 ，Hello Fiona 啊 ，Hello Cindy。係啦，咁今晚啊都會同你哋講呢只勁好 condition 嘅 ，OK。咁大家注意買金嘅話，就可以帶走佢。啊！全轉你都想要，係啊係啊啱噶啦，係啊，隨住呢個方向啊，一定有，可能有噶啦。不過帶到嚟依度咁啊，終於係啦。Hello Jessica， 咁多謝大家收睇啦，我係 Cherry 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 ，Capital WhatsApp 係64444870，尖沙咀落到一號啦。咁同埋聽日我哋開幾點啊？2:30。OK， 記住食完 lunch 就嚟揾我哋。OK。咁我多謝你哋收睇。咁我哋首先咧講啲咧比較輕強啲嘅嘢先啦。咁我哋翻咗香港，之前有朋友 WhatsApp 店長話要買香港嘅，隨時 WhatsApp 店長250 Twilly 嘅香港。OK， 咁咧，我哋頭先傾偈嘅，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知道，唔好你同埋佢撚知嘅，我撚字同埋男人味 ，OK。我、依、這個男人味，男好有男人味，好重要個靚字。Hello GPC， 咁跟住咧，佢就係350350350。好啦，講完佢，講袋。咁跟住咧，講咁點算啊？好啦，咁我哋首先講第一個綠色嘅袋先啦。既然點樣成日講綠色綠色，嗱咁呢個咧就係依個咧佢嘅手袋仔啦。嘟嘟咁咧，佢就係有個襯袋啦，咁我 condition 勁新啦，俾大家睇下先。嗱，好興啊！咁咧，
對杯就大家應該買曬㗎啦。咁、那個袋咧就大家可能買唔同類型嘅袋啦。OK， 咁呢個袋好新好新好新啦，我會搭你97新啦。咁呢個幾多錢啊？10,800，10,800，97新。Hello Karen， 多謝你幫我 share 啊。咁好啦，我哋繼續講下一樣。這個真的很特色的，是啊，好靚啊這個。好啦，咁啊 ，GG 係咩嚟嘅咧？等我睇下先。咩啊 ？GG 全身，放好呢個靚靚先，擺個安全位置。嗱，呢個又係好多朋友仔中意嘅 GG 啦，全身嘅 GG。我順便拿埋個俾度一度先，我自己度。Hello Shelly， 你等我度一度。今日星期五啊，我度一度先得啦。因為咧個 size 好難搭嘅，同埋我條手套咪喺度。係，我戴咗佢。好。咁好啦，這個咧就一個全新嘅GG Camera Bag 啦。咁如果孭出嚟咧，大家可以打斜孭嘅。如果中意打斜孭朋友，因為其實佢都有少少長短可以校啦。咁但係佢本身嘅長度都比往時啲手袋長。嗱，例如如果我呢個金波咧，其實喺我呢、這個，不過我著咗件羊仔衫啦。咁如果你話金波其實嚟到呢個位啦，呢、這個位 OK。咁但係如果佢咧，佢真係如果大家中意再長啲嘅朋友咧，佢真係夠曬長，佢夠曬長，長好多添，長好多添。咁所以咧，如果中意再長啲嘅朋友，好啦，再中意大少少 camera bag 嘅朋友嘅话咧 ，send 啦，佢哋明噶啦，唔会吓亲嘅，以为睇046啫。咁跟住咧，我哋啲观众已经好犀利，佢哋周围时有尖端，你唔使担心佢哋。好似24cm， 大胆过你嘅我哋观众。24cm，OK， 咁係比較容量多啲嘅 camera bag 嚟嘅。往時呢一隻 size 佢就細啲嘅，咁但係有啲朋友話我而家多嘢拎出街喎，咁呢個就係24cm，OK， 裝到好多嘢，咁全身啦，有盒啦，全套啦咁樣嘅。嚇、啊，8,800抵咗好多噶啦，大家上網睇下幾多錢。Hello LC，Hello Irene， 8,800喎，抵啊黑色 ，OK， 咁呢條帶啊，店長要搞搞佢，佢好長 ，OK。好啦，下一個係一個 BV 休閒袋 ，BV 休閒袋 ，BV 休閒袋。咁佢咧真係好休閒啊！首先同大家講，佢咧係個底好闊嘅。咁如果中意個底好闊嘅朋友，即係呢個位需要闊啲嘅朋友咧，佢係可以裝到好多嘢嘅。咁佢休閒款咧都係咁樣夾住啊。咁我都中意呢啲咁嘅款。我記得我都有個好大個咁嘅佢嘅 ，OK， 都係啡色嘅。咁呢個幾多錢咧？呢個休閒 BV。Hello Cathy， 5,500。好啦，我哋又系时候睇下银包嘴时间 ，OK。Hello 佩珊你好啊，佩珊。好啦，哇，呢个好得意喎，呢个颜色。俾大家睇下咯，好靚啊！呢只好得意嘅顏色，肥肥地嘅，點解佢裏邊幾多錢啊？呢、這個 ？Hello Joby， 袋住7,300，睇下先，而家先入到嚟睇直播，有冇嘢你 miss 咗？有兩嚿番鹼，仲有沖涼液。唔係同埋支水，唔係冇乜 miss 到啲乜嘢。同埋 GG 咯。同埋 GG 啊，咩先？問一問先，有冇見到 GG 先？有冇見到 BV 先？有冇見到 BV 先？Hello Joby Happy Friday，Ivy 問想睇 L 君嘅二手，乜都可以。我叫店長去準備一下。好啦。好，我哋繼續講。好啦，這個講一次幾多錢喎？冇見到 GG， 我攞翻 GG 俾你睇先。阿 GG，
全新的 GG， 全新的 GG。GG 是什么皮？牛皮 ，Cherry。Facebook 冇通知佩珊，哎呀，佢哋话而家 Facebook 好 naughty 噶，系咁样。嗱，我度咗23cm，23cm，OK， 23cm 系比较可以休闲啲嘅组合嚟嘅。佩珊，我今日着牛仔裤啊，你有冇见过啊？好少喎，我自己都觉得好少啊。点解问我？跟住我唔知边度抄翻出嚟。今天我炒了多久套衫，我炒了一阵咁啦。好啦，咁带走去咯，8800系咪啊？系。8800全身有合全套 ，OK。再讲多次呢个几多钱啊？7300。全身。唔好客气。好啦 ，L 君啊，我哋唔好要，等啦。咁咧呢一个咧系一个 L 君，我想知。我穿牛仔褲好睇，其實我以前就係穿牛仔褲，我而家係因為係咯，因為疫情之後我冇穿牛仔褲咯，係咪好難明啊？係好難明啊！遲啲翻嚟話你知點解。咁但係而家又好啲啦，咁咪是但咯。同埋今晚著一對高到咧行唔到個高踭鞋，所以牛仔褲冇浸地啊！啊係咯，唔想揩笪地咯，就係咁簡單。咁跟住啲牛仔褲全部我唔著窄，我好少著窄腳，全部都係呢啲咁樣嘅闊腳啊嘛。咁你如果喺度地度揈嚟揈去，我覺得好大壓力嘅。咁而家著翻對咁高高踭鞋咁咪得咯，佩珊。咁我呢、這個係一個水桶包 ，OK。咁咧好好 condition 嘅，勁好 condition。咁幾多錢啊？嗱 ，Shelly 又嚟啦。你都知道我中意著牛仔褲，咪同你講我以前好中意著牛仔褲嘅。咁啲袋點算咧？我唔係隻隻袋都黑色噶，好大壓力噶。跟住咧，真係抵啊！呢、這個，我覺得真係要帶走，可以考慮一下。跟住你嗰個水桶係10800。10800，哇！好抵啊！呢、這個10800，好好 condition 啊！勁新，勁新，勁新，勁新呢個真係10800真係好抵。我呢件係啊，我真係好中意，放喺心型嘅我都想買，因為咧我一見到心型嘅 T 我就想買噶啦。如果 Montreal 有出我都買，好抵啊！呢件都話 Sogo 減價咯，你都好中意啦，白牛仔褲係啊，著咗好似我覺得自己好似高咗咁。咁好啦，下一個咧就係喵喵 ，OK， 喵喵咁樣，唔係喵喵嚟㗎，我成日都誤會咗佢係啊。我見到呢個咁嘅接我就諗起喵喵。唔係喵喵惡魔，現在係咪小綿羊？係 ，Shelly， 你講得好啱。小綿羊就係小綿羊。頭先我先俾一位可愛嘅客人啦，話我似一隻羊。OK， 其實佢哋我嘅朋友嚟嘅，佢唔係客人嚟嘅，佢係我哋嘅朋友嚟嘅。佢唔係嚟賣嘢 ，OK， 佢係嚟探我哋。咁啊，呢個係一個惡魔牌子啦，咁佢係米色嚟嘅。咁咧，如果大家諗住休閒用，又想用個淺色袋，價錢又温柔嘅揾咧，其實你可以考慮下佢 ，OK。因為佢格數咧都 OK 嘅，有啲可以裝到 iPad 啦，可以孭啦，條帶啦。如果你中意打斜孭咧，佢條帶都夠長嘅。因為我知道啲朋友真係好犀利，可以打斜孭到。咁但係條帶至少你可以選擇你中意打斜孭定單邊孭啦，係咪？至少佢夠長先啦。因為啲帶真係唔夠長，你冇辦法可以即係。一定孭到打斜咁樣啦。咁呢一個Mother幾多錢啊？哦，呢個係Hello Kit 妹，你好嗎 ？Kit 妹，3980。其實佢condition都幾好呢個，米色嚟講佢算 keep 得好。係啊。係咪？因為咧，大家都係擔心呢個位。嗱，我就係話著牛仔褲擔心呢個位，但係冇佢冇事，佢好靚仔。OK。唔該。好啦，下一個咧就係勁 sharp 嘅佢啦。佢有條帶嘅，我想話俾大家聽，佢都可以打斜孭到，佢夠曬長添。打斜孭，係啊，今日係小綿羊白板，都係又可以睇到啲袋。OK， 跟住咧，凹凸咗
我爸爸。咁啊，呢個咧都係可以打斜孭嘅。咁所以咧就夠曬你哋用噶啦。咁同埋咧可以我哋著裙嘅時候就咁揸住孭啦。咁咧裏面咧有小痕跡嘅，裏面有小痕跡嘅。OK， 因為可能咁啱 high 到啊。幾多錢啊呢、這個？YYYYS dude 嚟嘅咩啊？點知話依樣唔敢講，嗰樣唔敢講，咪個個都未諗到佢叫咩啊？佢叫 SL 啦，唔係 SM 個 friend。small 我講緊，你哋唔好咁樣啦嚇。係啊。呢、這個2800。咁其實佢裏面有乜有少少小痕跡，佢出面係保持一個好 OK 嘅狀態㗎，即係大家唔好太擔心，佢個外表係保持一個靚女樣 OK。佢裏面咁啱 high 到少少啫，係啊。咁所以話俾你聽，係啊。唉，呢啲講嘢好驚啊！啱講錯又點㗎？炒我。跟住好啦，下一樣，下一樣講下嗰兩個小包菜。你記得你以兩年前見我都有穿牛仔褲，係啊，少啲咯而家。著嗰陣時都會著下嘅，嗰陣時因為我有好多人都已經唔啱著啦，配衫。因為我而家心抗啊，下面嗰兩個字你自己搭上去，你文采咁好 ，OK？ 等我兩隻顏色你揀 ，OK？ 橙同紅，一模一樣價錢 ，OK？ 幾多錢啊？八十八。888888 ，OK， 兩隻一樣 ，OK， 可以大家帶走佢送禮之用，真係平咗一半以上嗰個價錢 ，OK， 呢個係有個 friend 喎，購埋一齊用啊喂 ，OK， 幾有特色，幾靚，店長就咁啦，帶走佢一套。好靚啊！真係，唉，這個袋真係可以蝕換啊！我好小心嘅，面到呢度有個箭，我先夠膽咁樣搞啊！點樣啊？個散紙包 ，OK？ 呢個散紙包啱啱翻嘅，就係我自我嘅粉紅啦，加金扣，應該都係一樣價錢係嘛？6680 ，OK， 真係好靚啊！呢幾波啊，你睇我成晚啊孭住阿 Joey 個袋就知咩事啦。肯定阿 Joey 有買啦 ，Joey 買未啊？好中意，我覺得好襯你啊！定係你買長啊？跟住咧，定係可能買17啦，直接啲。係啊，隻隻都好靚啊！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就係、是、哇嗱，久違咗嘅一個中 size 嘅。獅子人包啦，呢、這個人包咧其實真係好耐冇再次出過 ，OK， 咁佢咧係全新嘅中 size， 好耐冇再出過，大家應該知道。而家靚靚，以前太瘦啦 ，Shelly， 我明白，因為我 friend 都咁同我講，佢塊面一定唔可以瘦，個身可以，但其實係冇可能咁樣發生喺我身上 ，OK， 選擇性失憶同失重嗰啲咧冇。所以我決定咗有個人肥算啦，係是但啦，係真係幸福肥，同大家開心傾偈咁啊，成日都咁跟住好啦。呢一隻咧，所以俾大家睇下個格數先，後面就係擺一張嗰啲卡位啦。咩啊？打開俾大家睇下先，好正啊呢、這個嗱，想同你講 ，CC 咧真係有進步。往時你哋咧見開呢一隻咁嘅短銀包，佢唔係呢個 setting。佢往時嗰個 setting 咧係咁打開，跟住叫你攝啲嘢落去嘅咋。如果你仲見到啲舊款嘅，其實佢哋依個樣外形一樣，但係裡面佢就係咁樣裝嘢嘅啫，即係咁樣黐埋嘅呢度黐埋。Hello Jenny， 但係呢一個佢真係有改進，佢非常之好配合曬你所有需要，就係呢度擺銀紙，呢度擺散紙，呢度擺卡。所以我覺得佢依個係真心進步，好啱大家買。嗰陣時你哋唔中意係因為唔中意攝到啲人紙又係咁樣摺埋攝落去啊嘛，佢中 size 到，佢而家真係好有心啊！今次俾個 like 佢，新款就係咁 ，OK。但我唔知道其他舊款佢仲有冇出啊，但係我淨係知道佢今次新款真係好有誠意 ，OK。終於變翻一個好有誠意嘅中銀包啦 ，OK。你買咗深深扣嘅 square， 我梗係知啦。我住在你衣櫃裡，知不知道？
好驚，仲即係打個車車先。咪直情覺得襯你啦，嗰樣嘢叉住你個名根本就好啦。咁呢個幾多錢啊？喂，中銀包。10,800，但就佢咁好啦。下一樣咧就係佢啦，一個咧 graffiti 嘅泥石嘅，咁咧都係型格啲嘅佢啦。OK， 咁就誇張少少嘅，咁佢就係、是、棗紅色，棗紅色壓咗字咁樣啦。其實都型格嘅，我哋襯下牛仔褲啊 ，weekend 去下街啊，或者飲嘢揸住著短裙都幾靚嘅。飲嘢咧好容易介花啲袋噶。所以你哋就周圍就咁是但放，求其放咧，就要又睇得又靚，又襯翻條晚裝啦。OK， 咁所以咧呢個幾多錢？係裏邊有小痕跡，裏邊有小痕跡。OK， 出邊靚仔。OK， 呢個係6,500，想睇多次粉紅絲絲 handle bar 長盒子條帶嘅長度。啊，係啊，係啊，想問係咪呢個啊？係啊，係咪我身邊呢個？唔係，嗰個呢個啊嘛，係啊。呢個啊嘛，係咪啊？我哋誒陪阿 Joey 度下個長度先，等我一陣。咦，頭先我度。嗯，嗰個。120cm，咁啦，睇完粉紅色啦，我哋睇深色 ，OK， 呢個就係黑色。Hello Zoe，Hello Candy， 我哋呢度睇黑色。咩啊？入去有冇？係入去有冇嘢？點解喺度 ？Sorry 啊。好啦，咁呢個咧最正常嘅盒子包，最正常嘅盒子包 ，OK。Hello Ava。多少錢啊？這個全身21,800，大家覺得怎樣？他們兩個叮噹碼頭。不是，我有些客人真的用黑色好看一點的，是真的，我也明白。 OK， 我聽過，我記得我有位美女客人跟我說，她應該家是草顏色的，什麼顏色她都有。好想知道長盒子放唔放到三星大機？哇！三星大機，我幫你試下剪張紙出嚟擺入去試下。咩size啊？你 WhatsApp 我哋，我哋嘗試下幫你研究一下，因為我哋暫時冇同事用緊。咁好啦，下一個就係佢啦。佢咧就係一個 GP 啦，咁咧有啲 pattern， 呢度係高 colour 再加個 H 花嘅。咁咧幾多錢啊？呢、這個？特色啲嘅組合，特色真係好特色嘅呢、這個。呢個係16,800。16,800，睇四角先。好靚仔啊！呢、這個，好啦，16,800，擺喺你度定擺喺我度？好。咁好啦，下一樣係咪睇腰包？好，下一個就是 L 君的腰包了。 OK， 那呢其實可以當手袋用的，那它就這樣啦，裝到 Pro Max 啦，那有條腰帶的，腰帶，那條腰帶可以你掛在腰上，或者這樣掛在這裡當是手袋都可以的。那4,800 OK， 帶走它。
toolbox， OK， 配咗銀球嘅龍蝦粉嚟喎呢個。唔係咩啊？三文魚係都係嘢食嚟嘅啫，唔好意思啊，都係三文魚，都係龍蝦海鮮啲 friend， OK。不好意思，它是三文魚不是龍蝦，不要緊，最要你們覺得顏色你喜歡，OK？ 這樣出來就都是營養的，是啊，都是營養的，這樣 OK， 那大家喜歡的帶走它吧，多少錢啊？應該溫柔的啦，我想三文魚，是啊，是啊，29,800三文魚。出場的時間啦，咁今日咧有個阿蓮嘅，呢個係咪你嘅？幫我 check 一 check 先。好啦，呢個阿蓮咧就係你哋好中意嘅誒嗰個蘆花啦，蘆花。咁呢個阿蓮又有蘆花嘅，有嘅話，犀利。既係阿蓮亦有蘆花，咁嘅型格啲係組合啦。咁佢可以孭住，亦都可以抽住嘅嚇。好似 can't fit in。好似 fit 唔到，係咪你意思係話個長盒子 fit 唔到三星大機啊？搭緊係 carry 係嘛？即係我真係唔肯定，因為我真係唔知道三星大機要幾大，係啊。可以幫你真係嘗試下再度下嘅 ，OK？ 咁都好多謝 Joby 嘅提醒、提出、提誒睇下呢個資訊 ，OK？ 咁呢個阿蓮咧，喂，好新下喎，幾多錢啊？它是97新定是全新嚟噶？嗯，我唔覺佢有用咯，就係、是。算啦，你當佢97啦，咁開心啲。哦，呢、這個係7800。7800。請問有冇 Kelly One 有啊 ？Kelly 一代啊嘛，係嘛？你穿最高踭鞋做 live 攰唔攰？攰啊！但我冇時間翻屋企換啊，先去睇完嘢係啊，就 OK 嘅，我都接受到。其實我後生年代穿好多高踭鞋，都唔覺得攰。我仲記得喺 New York 要買啲咁樣，唔知買嚟做乜嘢，但係都係要買。OK， 咁好啦，一代我哋有啲咩色？有冇 Pre-Love Getter？暫時未有，有冇 CC 卡包？有。CC 卡包想要咩？阿蓮有冇細 size？ 阿蓮暫時未有細 size。一代我哋有櫻花粉紅 and sorry X 九同埋糖果啊嘛，即係8W。係。啊 ，Ava， 我哋有8W 一代同埋 X 九一代 ，OK。是啊，是一代，是啊，是啊 ，Eva， 兩隻店長可以補上俾你，你直接 WhatsApp 佢，佢有 ，OK。咁跟住咧，係啦 ，Pre-Love Getter 暫時未有 ，CC 卡包好多 ，OK。咁咧，我哋陪我哋可愛觀眾睇一陣卡包先，好冇？等陣。好啦，卡包總括嚟講，好最多朋友中意嘅就係佢啦 ，Classic 黑金。這個我直接講價錢啦，就是6680，亦都有這隻大眾情人6980，是吧？這樣都不是大眾情人，是人都喜歡它的，容易用嘛。好了，喜歡瘦的情人 OK， 這個呢四格的6800，有條拉鏈 ，OK。點解我個頭可以卷到咁固定？我話俾你聽啊，因為我卷頭髮嗰樣嘢咧，係一樣而家已經唔再出嘅一樣嘢嚟。我有一嚿喺英國買，一嚿喺美國買，因為我而家卷頭髮器咧，佢
佢轉唔到嗰個握數，所以我一見到啱嘅卷頭髮器我就買。我屋企有十零廿個卷頭髮器啦，未計我個 friend 送俾我嗰、那個阿 Anson Low 賣廣告嗰、那個。Anson Low 賣廣告我唔捨得買，好彩我個 friend 送我俾我咋。跟住好咧，六千八，六千八，六千八。OK， 咁好啦，繼續講另外一個扁嘅卡套，四九八零藍色。呢、這個黑色波埃伏古扣四九八零 ，OK。OK 嘅，其實做 live 都唔係真係做好耐，應該都 OK。因為之前我都係坐喺度聽嘢啫嘛。佩珊，我真係覺得，我終於明白，即係音樂真係可以陶冶性情。我呢個音樂嘅又唔可以講話文化沙漠啦，咁樣講啦，係咪音樂嘅沙漠？今日聽完之後，我覺得，唉，即係學翻一技傍身，真係世界通行。跟住咧，即係聽完之後好舒服㗎，即係一個人一生覺得自己悠閒咗 ，OK。有十幾個卷髮器，有即係有十幾個卷髮器，即係我覺得唔同款，我啲我中意我咪又買咯。咁你 Target 買要幾多錢？一啲嘢好平啊嘛。Redoubt 嗰啲，我記得我係買三四十蚊加幣嘅啫，我嗰時記得，我記得係啦嚇。英國咧減價 ，TJ Maxx 我都試過買過廿磅噶。你得閒去行下啦，不過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嗰啲嘢。咁跟住好啦，佢咧就係依個啦，新球新球新球呢一隻款同往時嘅卡式一模一樣，有冇灰色？望下，嗱，我知道你講邊隻灰，嗰隻好似淡灰色嗰隻，我而家冇，我而家淨係得呢隻新灰色，唔好意思，暫時得呢隻新款。OK， 咁呢隻新款咧，頭先可能你咁啱未入嚟啦。咁佢就係好多朋友仔追捧㗎啦，因為佢係厚厚地，多啲可以載你哋個堆人紙啦。跟住後面有四張卡位 ，OK， 咁前面都有個卡位 ，OK。咁暫時灰色我得呢隻，其他嗰啲咁啱賣曬，咁唔夠我哋都會翻。如果有嘅話，下次我嗌你出嚟啊！呢成幾錢啊？嗰次？七千三。因為咧，我即係我當咁，我梗係唔係做直播啦，但係我好中意買啲扮靚嗰啲古靈精怪嘢嘅，我屋企都有電視食。咁好啦，我哋繼續講下一樣，下一樣咧就講下我。係啊，我今晚聽完真係好開心，好勁，我覺得啲小朋友。拉嗰個咁樣嘅大提琴，哇！小朋友拉，唔係拉一個鐘嘅 cello， 哇！好好聽咯、啊，真係好好聽。我錄低咗，我應該要俾店長聽。係、啊，咁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咧就係、是，咦？我都講曬咯。好，俾你。好 ，L 君，呢、這個 L 君咧就好靚啊！佢咧好靚女嘅感覺，你覺唔覺？嗱，就係你中意嗰啲 feel 啦，新款少少嘅呢只。咁佢係咩 condition？ 睇下先。用我幾多次啊？你答咯，唔答呢啲問題啊。幾次？用我幾次咁樣啦？咁就好啱大家咧夏天用。咁啊，哎，我放低咗阿 Joey 嘅手袋先。嗱，呢個唔係 Joey 嗰個，係同阿 Joey 撞袋咁解。好靚啊！呢個咧放低先啦，明唔明？愛不釋手啊！呢、這個真係成日摸下摸下咁啊，店長咧成日金睛放望住我，喺度望住個袋啊，發光啊隻眼。跟住好啦，呢、這個。這個咁我覺得呢個 L 君又係好靚嘅，咁型格啲啦，咁我大家著裙仔嘅時候可以用啦 ，OK， 咁咧你可以就咁咧戴住佢啦，除咗條帶啦，或者去旅行咧打斜咩啦，或者條帶我哋掛入其他嘢啦，咁呢個散紙包都係跟埋一 set 俾你嘅 ，OK， 咁咧睇下裡面先，裝到 Pro Max 手背衫幾多錢啊呢、這個？一萬一千五，一萬一千五，唔係啊，因為其實呢幾年疫情啊嘛，好多嘢都少咗去啦，即係演唱會都係呢排大家先搏曬命去啫，係咪？有段時間真係好一段時間，大家靜寂咗嘅。你諗下，我哋都要喺 live 大家見面就知道，即係個世界好似有些少停頓咗，咁而家每一個世界 back to normal 啦，咁所以我今晚聽完覺得好開心、好震撼、好後悔，唔應該學多幾樣嘢。
好啊，佢自己應該學到幾樣嘢，唔係叫人學。OK， 咁好啦，咁我講下呢一個啱啱新翻嘅佢啦。咁呢個咧真係靚到一個點啦。咁大家好中意啦，知道咧佢會出呢個金心啦。咁金心咧其實出咗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嘅，佢有細盒子啦，佢有十嗰、那個正常嗰個係十七係嘛？係有個17cm， 咁其實當然啦，如果你想訂金心要咩 size 都得嘅，咁所以咧就叫我喺店上幫你訂。咁顏色上咧，你話啊我粉紅色暫時唔需要，我中意黑色，咁都係可以幫你做得到，因為佢出咗粉紅色、黑色，好似出白色都有嘅。聰利有 set 頭，係啊有 set 頭啊，我今日跟住咧，你現在用電話 plus 仲大啲咩叫電話 plus 啊？即係Pro Max 啊！死啦！我要講問一問阿佩生先。咁呢個幾多錢啊？全身係啊，唔可以再咩噶啦，好危險啊！23,800。係講得啱啊！停頓咗個袋都要喺屋企行嚟行去嘅，正常嘅呢樣嘢。打邊爐咪攞出嚟孭住下咁樣。好認真嘅真係，唔係得閒攞攞出嚟抹下，好興奮嗰啲男人攞啲錶出嚟抹下，或者男人聽下碟咁樣，其實好正常嘅，大家裝下碟啊，裝下袋嘛 ，OK。好開心，有啲袋都開心，得閒攞出嚟望，好似化妝品攞出嚟睇下都係，真係噶，舊嫂中意儲化妝品啲盒好靚噶嘛，跟住唉又係咁咪攞出嚟喺度望下望下咁都開心 ，OK。咁好啦，呢一隻啦，呢一隻咧又係隻粉紅色嘅手袋仔啦 ，OK， 咁佢咧有個 handle 位嘅，嗱佢冇往時嗰只咁細，我度一度個 size 俾大家睇下先，佢係梯形咁樣啦，個底係15，個底係15嘅嚇，個底係15，所以呢只係大少少，個底係15 ，OK。打邊爐，打邊爐，裝龍蝦啊你！買通嚟試喎，裝龍蝦幾多錢啊？呢只呢個係25,500，好靚呢個新款嚟嘅喎。好啦，25,000，小心啊呢個。好啦，又是時候呢，我是不是看得的？哎呀，是不是看得的？不要看著，可以啊，你給這個我，這個是不是看的？另外一個等等先，這是啊，不是啊，你知不知道我什麼沒打卡啊？你們那時候我們不是困在家裡的，除了看 live 之外呢，你們不覺得呢你們家裡吃過什麼呢？我們所有朋友都知道的，那時候你要 share 一些 information 告訴隔壁那個人聽，你訂了一個牛回家裡吃的嘛，是不是？我們那時候悶到沒事做，成日困在家裡又怕有菌這樣，還不是打卡叫隔壁那個跟個 friend 看靚不靚，靚不靚，我蛋糕煎得正不正那些呢，大家廚神債的那排。咁好啦，呢、這個橙色嘅佢啦，咁佢咧係，咁其實佢係啡色嚟嘅 ，OK， 咁但係佢有條帶嘅，可以打斜孭，同埋可以咁樣孭住。咁呢個幾多錢啊？呢、這個14,800，14,800。咁點解我哋話嗰陣時大家都係會揸住個袋喺屋企行嚟行去咧？因為我真係見到無數咁多朋友，佢哋屋企咧好有心機咁去訂下翻翻嗰啲牆紙咧，就黐咗唔知邊埲牆咁樣啦，跟住咪攞啲袋出嚟自己喺屋企打卡咯 ，OK？ 跟住咧係啦，所以我都睇曬佢屋企有咩袋，本身都唔清楚嘅 ，OK？ 佢買咗冇得用啊！你明唔明啊？手痕啊，所以喺屋企打卡。我都是打下松弛孔，他是 打袋 ,OK, 咁好啦，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是一个枣红色的佢啦，咁就俾大家睇下先。30嚟嘅 ,OK。好啦，咁样。咁大家可以咁样啦，咁出街都系一啲型格啲嘅组合啦，亦夸张少少嘅，咁出嚟可能衬下牛仔裤啊、T 恤啊，咁其实佢几好睇嘅，就唔好黑白灰啦，你啲黑白灰留翻，即系唔系咁即系。
點講啊？咁嗰個啲有顏色嘅講，其實都開心嘅。OK， 其實我想講埋嗰只啦，可唔可以俾埋我啊？點樣？樓上左邊咯。嗰只好靚啊。OK， 咁一間咧，如果你話我對啲好 sharp 嘅顏色咧，我個五行啊，中意淡色啲嘅，冇問題嘅。OK， 可以咧，拎俾你睇下咩話？我今日著套衫，襯紅色袋，好好靚。係啊係啊，我都知啊，因為啲白板啊嘛，白板容易襯啊，掂著啲袋，你知唔知啊？我花碌碌好難襯，同埋我個心口咧有個紅色嘅心咁樣。同埋我今日本身，你睇我對鞋高度，係一對紅色高踭鞋嚟嘅啫。我真係好大膽，咪拆翻佢出嚟著真係好開心。到我啦，拆嘢出嚟著 ，OK。咁我呢個幾錢啊？平啲啊，唔該。呢個係啊。69,800，30嚟嘅，69,800，講咗啦。好啦，咁啊好啦，中意大地色嘅你，我介紹大地色嘅 ，OK？ 呢個我好中意嘅。如果佢翻到嚟咧，已眼金金望住佢，我成日都眼金金望住啲袋啦，你知唔知啊？翻到嚟，咁好啦，繼續眼金金咁一齊講。咁呢一個咧就我好中意嘅顏色啦。咁呢一個咧，唔該俾個卡拉曲我啊。哎呀，好中意佢㗎。Green Steel 啊，係咪好靚咧？中意佢，我中意佢，非常之中意佢，好靚，好靚，好靚啦 ！OK， 咁 Green Steel 咧就係最淡嘅灰色咁嘅感覺。OK， 咁呢一隻咧係大地 feel 啦。咁如果你話唔緊要，我嘅五行咧，係啊，今日真係咧，因為都話今日要去聽嘢咯 ，Tony， 所以今日抄曬屋企啲嘢出嚟啊。我本身有個造型噶，但係咧我俾我屋企揾 ban 咗，佢話太斯文喎，咁我 OK 咁搶佢咯。我遲啲話俾你聽，分享呢單嘢笑死。咁跟住我會 cut 緊啲重點唔講俾大家聽，等你笑少啲。咩話？你頭先問粉紅色 CC 有石 handle 係咩皮？羊皮。Joby 是沒有石的，不好意思，是不是看得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它是那些好像搪瓷扣那樣，穿牛仔褲一定要襯高踭鞋才漂亮，是的，我就是本身想穿對波鞋都好像不是那麼好，不是我原身穿那件衣服，我都未曾說一些搞笑的給你聽，笑死你寶寶，跟著呢加上是啊，今天穿咩啲鞋放太耐，只鞋踭會爛，係啊，真係要 check check 先會出嚟。我咪衰咗咯，喺個 London 個地鐵站度，咪成隻鞋踭斷咗咯，燒到我個 friend 肚都痛埋，話俾你聽。跟住好啦，呢個幾多錢啊？仲要個鬼妹縫墊住我，因為我係咁樣一行咧，成個撲街，成個踭甩咗。髮廊嚟㗎，係啊 ，Tony 話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幾多錢啫？喂，好靚啊呢、這個。係袋。係啊，係袋啊，唔係個人啊，梗係。11,900，呢個真係好靚啊 ！Green Tea 30嚟㗎。好，咁我哋又講下。小心你手仔。Hello， 思思。這個就是很啱咧，有啲朋友內斂啲嘅，就唔會好似我咁中意粉紅色得咁緊要啦。但係又中意心形喎，咁啊暗暗暗淡有個心形咁啦。佢係咁樣嘅長盒子，出到 Pro Max， 咁又心形球，咁跟住咧呢個都好多朋友仔中意啊。咁如果你話唔好咧，我都係唔好粉紅色，我係一個中意黑色嘅朋友 ，Mandy。Mandy， 我頭先除走咗我好中意嗰個手袋啊，變咗黑色。咪 Mandy 見到我 timeline 今日用咩手袋嘛？如果我有一早就用咗嗰個啦，唉。Hello， 傑英都嚟埋啦，我都未曾睇，可唔可以俾翻個手袋我 show 俾阿傑英同阿 Mandy 睇啊？唔係。
個心形。唔得，唔得，好啦。咁咧唔緊要，話俾大家聽。阿 Mandy 同阿潔英啊，你話咧，如果有一日咧買呢一個心形嘅手袋咧，係幾好咧 ？OK。好啦，唔知邊個喺度不停扭扭珠，肯係撳錯咗。OK。咁我攞幾多錢啊？呢、這個。係啦，拉珠變扭扭珠，我哋唔理噶，我哋而家。真係喎，係啊，粒粒豬變粒粒豬，所以你哋唔好撳啦 ，OK？ 咁跟住幾多錢啊？呢、這個29,800 ，Mandy 考慮下。阿 Mandy 好似中意穩陣啲嘅款嘅，我知道。結應應該都係，所以算啦，呢啲留翻俾我哋其他觀眾買 ，OK？ 咁跟住咧，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咧就是、一個非常之靚嘅 L 君啦。深深扣黑牛長盒子，所以集於一身，係啊，真係噶。因為我啲朋友仔咧，真係佢覺得我都唔中意粉紅色，但係我又想有少少嗰個感覺喎，咁樣啦。咁其實真係好啦。我呢個 L 君要介紹俾阿 Kit 啦 ，Kit 應該會中意嘅，因為咧呢個新款啊，咁 Apple 皮咧又係好襟用啦。咁呢條新帶咧就係 L 君呢幾年新出嘅布帶，咁佢有翻佢自己嘅特色嘅 ，OK。咁若然你有其他 L 君嘅袋，例如你有啲 Speedy 可以掛得嘅話咧，可以帶埋佢掛住嘅 ，OK。咁一個非常之靚嘅 Elma BB，Elma BB，Elma BB 配咗新帶呢個款式，幾多錢啊 ？Pre love 嚟噶。啱啱收到通知啊！阿 Kit 話俾我聽。15,000，佢係 pre love 嚟嘅喎。不過好新。15,000。O K， 咁就係走呢個 M B B。你哋有冇人買咗啊？草間嗰、那個。應該有啊，佢哋。咁好啦，繼續。係啊。邊個大家講咗？呢個咯。哇，好啦，咁呢個咧終於都出現啦，有勁多朋友咧想買19，咁呢個咧終於都翻嚟啦，全新嘅19，全新嘅19，係咪43,800？係，43,800，咁唔該大家上 website 睇下19依個 size 買幾多錢，就知道店長個人有幾咁温柔。你講咗19，我記得我哋要講電視機。電視機唔緊要，啱講噶啦，每晚都會講電視機噶啦，晚晚都有朋友要揾電視機嘅，我哋呢度。我個朋友聽大家聽我哋嗰日咧，唔知翻到嚟見到一個Plasma 咁大個嘅 H 盒，我問店長佢咩嚟嘅，跟住店長唔肯講我聽，應該係訂咗滑板嗰啲朋友。OK， 係啊 ，OK， 咁啊 ，OK。帶走去啦，呢、這個真係好抵啊！要19個朋友嘅朋友想買19嘅，叫佢過嚟買呢個全新啦。再 check 埋個 website 就知道我哋有幾温柔啦，43,800 ，OK。好啦，繼續下一樣黃金立領嘅佢 ，OK。咁呢個係黃金色嘅，好似 amber 咁上嘅色啊。amber 銀扣 ，OK。amber 銀扣 ，OK。咁如果大家中意。依嘢實色嘅，因為我朋友好多可愛嘅觀眾，佢特定嘅 colour 佢特別中意 ，OK。咁如果中意嘅話，帶走佢啦。咁幾多錢？其實都新 condition。呢、這個係79,800。好啦，咁下一樣咧，終於到佢出場啦 ，OK。咁咧，咁壓時間。咁我哋首先講啦，電視機你咪去攞咯。咁我講下隻鴨間一間啊嘛 ，OK。咁好啦，我哋今晚咧介紹兩隻鴨嘅，唔該，順便呢度好，係咪喺我度？呢度 ，baby， 啊唔使啦，講係啦。咁咧，我想話啦，得 OK。咁跟住咧，好啦，如果大家中意佢嘅話咧，我今晚終於有翻到一隻嘅玫瑰金嘅佢啦。OK， 咁如果大家隻手啱，今晚有冇跟有啊？你想要咩 size？好啦，咁我講下先。咁呢一隻咧係一隻 pre love 97新嘅佢嘅 love bangle 啦 ，OK。咁咧呢一隻嘅 setting 咧就係8，唔係4粒 ，sorry， 4粒石，
四粒石，等下先，我想拆出嚟。等我一陣嚇，拆拆先。嗱，我有手，我有呢個噶嚇。嗱，佢就係一二三四四粒石 ，size 16 OK， 咁大家中意嘅話，一套帶走啦。咁跟住咧，幾多錢？六萬五抵嘅喺度買 ，OK， 六萬五。咁就有埋證書啊，全套執翻俾你噶啦 ，OK， 咁啊 condition 係靚嘅，唔使太擔心。咁啊 share 少使用痕跡咯，我會帶你 share 少使用痕跡咯 ，OK， 咁大家中意嘅可以帶走佢。跟係咩 size？ 話俾我知 ，OK。好啦，電視機喺呢度，攞開邊個？呢個電視機。長頸巾和1404都想提好，長頸巾叫店長睇下先。1404我都係得橙色同黃色。1404暫時都係得橙色，所以同上次一樣。好啦，今次呢個電視機有啲特色嘅。呢個電視機咧係可以孭嘅背包嚟 ，OK， 背包電視機 ，OK。咁呢個23啦，咁呢個 size 係大，唔係背包係得一隻 size 嘅啫，背包一隻 size， 但係都可以咁樣抽啦 ，OK。咁大家咧呢一個電視機咧係咩扣呢？搪瓷扣，佢唔係金色嚟噶，搪瓷白色 ，OK。條鏈是金色 ，OK。咁呢個電視機背包多少錢啊？39800。39800，帶埋個電視機盒走啊！買親呢個袋嗰啲觀眾都提佢一定要叫定佢啲朋友啊、friend 啊、自己啊，帶埋電視機盒走 ，OK。翻去栽下你啲嘢啊，幾好呢個電視機盒 ，OK。啊，店長咧，唔該你再 check 一 check 咧，佢嗰個條帶擺位，會唔會有卡地啊、釘子手啊、通鏈物？暫時未有。請問有冇 CCF 23牛皮金扣全身？全身冇。全身冇。有冇 L 軍頸巾 ？Pre-love 23得唔得？金扣喎，你個銀扣嚟好似。係。金扣25，有沒有 L 軍頸巾？暫時未有。係啦，好啦，又睇另外一個電視機啦 ，OK？ 啊，唔係啊，睇頸巾先啦，不如。好啦，睇頸巾先。咁跟住咧，第一條佢紅色格仔 H 幾多錢？紅色格仔 H。幾錢啊？2980。咁橙色咧？橙色一樣，都係2980。咁呢個款我哋有兩隻顏色嚟揀嘅。呢個 H 巾我哋有紅色同埋有橙色俾你揀。OK， 都係2980。OK， 全身。阿生，唔該。好啦，呢、這個有冇 mini bullets 金色 ？mini bullets 金色暫時冇要定。嚇，咁呢個就係灰色，灰色呢個款就係男女通用啦，有 pattern，OK，、okay， 有翻嗰啲 H pattern， 呢條幾多錢啊？呢條。Wallace 我暫時未有高級啦，我有紫色、黑色，3200，同埋有隻鴕鳥。呢、這個款咧好靚噶，佢去到呢個位咧有呢個扣。阿佩珍，我破曬紀錄，我唔知幾耐冇著過高踭鞋。啊有啊，上年著過一次。
但上年係去食飯再過一次，但係都只腳都攰到爆炸。嚇？唔係佢唯獨是咧，係翻 Tino 嗰只矮啲嗰只就冇事咯。呢啲咁全部上三寸都係唔得噶啦，三寸幾四寸。係啦，咁呢只高 color 再配個格仔，一邊係高 color。如果你中意淨係高 color 就用呢邊啦。如果雙拼你咪反轉咁樣用。OK， 咁高 color 幾多錢呢條？呢條係3300，俾大家睇下先。可唔可以影下黑色？可唔可以睇下黑色？可以啊。黃色頸巾一模一樣款，又是一邊單黃色，一邊藍色格仔。你而家少咗好多着高踭鞋，我都係，我少咗好多，冇著好耐啦。我中意之前都未疫情之前都中意買下啦，見出去新納費一直要買 Valentino 啦，收尾 Valentino 香港買咁貴平。咁跟住咧就冇啦，冇再買了，都冇機會。成日都買波鞋咯，我好中意投資波鞋呢幾年。幾多錢啊？呢條一樣價錢係嘛？3300。好，咁我哋睇 Woolies 手麼？Woolies 手喺後邊係嘛？黑嗰度。我哋有 pre-love 同埋全身 ，OK。咁唔緊要啦，講 pre-love 先啦。pre-love 呢隻銀扣幾多錢？46800。46800，的的使用痕跡咯。咁全身直接講價錢。46800。全身咧？哦，全身邊度？你話你全身嘅？唔係啊，我係綠色同埋紅色同埋藍色嘅全身。唔緊要，我照 deliver 你嘅 message。如果咧，呢、這個咧，綠色啦。藍色啊，綠色藍色就全身，同埋鴕鳥，鴕鳥唔係全身嚟嘅喎，唔係啊，仲有隻紫色嘅，再隻紫色全身，係啊 ，Jenny 有冇其他色你中意，或者你 WhatsApp 店長叫佢幫你訂 ，OK， 好啦，我哋繼續講下一樣，又係電視機嘅時間 ，OK， 哇，咦，你有冇其他嘢俾我講啊？誒、哎，呢、這個係咪 Lindy 廿六啊？咁我講咗 Lindy 廿六先講電視機啊。放到 iPhone 大機嗎？哇，載到 Pro Max 啊嘛，Woolies 啊嘛，載到，唔可以個殼即係嗰個殼唔可以咁大 ，OK。全身26 Lindy 金扣，有睇 Kelly One， 好啊，攞俾你睇，等我襯好快，好冇？好啦，咁呢只全身嘅26黑金嘅錢啊，83800，83800。全身唔使擔心啊，直接帶走去啦。第一個玫瑰金扣 X9， 玫瑰金扣 X9 全身啱喎，168000。8W。未試用品，算唔算未試用品啊？未試用品155000，貼紙未搣，暫時得呢兩隻。哦，我知啦，佢係咪想睇另外嗰只啊？唔係，
玫瑰金 X9 真的很漂亮，是啊，佩珊我也觉得是。好了，我們繼續講，是不是剩下他兩個？不是，這個和這個我們明天，好，好啊，他是什麼來的？這個好，那我們是時候看 Kelly 了，剛剛回來，日用品好底 App 相片金扣全身，哇，好靚啊，18,000，好抵好抵好抵啊！銀扣都賣咗16,000+啊，金扣喎 ，app 上起喎，直接帶走佢啦，唔該。插俾大家睇先。咦 ？W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唔係喎 ，Ava 喺度，講講埋呢個啦。好啦 ，Ava 喺度啊 ，Ava 喺度啊，呢個色好靚啊 ，Ava。25喎 ，app 上皮真係好靚，見到佢就想帶走佢，真係好抵，仲要抵喎，勁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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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啦，我哋講下一樣，呢只綠色，擺咗嘅。OK， 下一樣呢個咩嚟㗎？呢款同呢個一齊嘅咧。哦，好好好好，sorry 啦。哇，好勁啊！鴕鳥綠色幾多錢啊？178,000，呢個係 sales 係28嚟嘅喎，28外縫，頭先嗰個係25外縫 ，OK。鴕鳥皮，鴕鳥皮係抵，好抵，好十級抵，好抵十級抵，精神係啊精神，係好精神啊，兩隻好精神，呢排一套帶走 ，OK。咁好啦，呢個都係一套帶走，佢全部帶走嘅，好忙。聽日見啦，聽日見啦，我哋未講完，講埋呢只先好走啊！你哋又亂咁講，聽日見啊，店長呢啲啊，我收咗你專有嘅客户啊，睇緊嘢嘛。好啦，呢一個咧買佢咧就最好買埋佢個 friend，OK， 咁樣咧都好精神 ，OK， 咁呢個咧就超級靚 Kelly Dancing， 佢咧就係。煙花粉紅 ，OK， 咁啊，但大家去日本之前帶埋佢一齊去 ，OK， 咁帶佢走之餘咧，帶埋佢個 friend 走嘅 ，OK。只馬咧 X 九嚟嘅，咁咧先可以睇得出咧，佢冇佢嗰個黐埋係好朋友嚟嘅 ，OK。唔係啊，你同一樣色又話染護色睇唔到，你又話變色龍咁樣啦。咁又要似一個咁嘅卡拉通，又要似翻個樣啦！哇，呢個真係好靚啊！呢個仙女必備啊！可惜 Joey 淨係中意思思咧，唔係逼佢買嘅，話俾你聽。係咪啊？仙女都會變嘅，變心咗，變心嘅仙女 OK， 正常嘅正常嘅，啲凡人就好易變心啊，好似正常嘅仙女都會變心 OK。咁啊好啦，帶走啊！幾多錢啊？精神精神呢、這個？OK， 159,800，159,800 Kelly Dance 嚟噶嚇。OK， 咁啊，咁啊 ，Cubit 咧？呢個係7,980。咦？我哋今晚咁早做完 live 嘅，好快啊今日。係咯。係啊，真係好快，好精神啊！我哋咧做完個 live， 咁啊聽晚咧再見啦。有啲咩 WhatsApp 店長啦，咁睇中啲咩冇問題嘅 cat 圖 WhatsApp 6444870啦。咁想睇真身而咁啱又未人入數嘅話咧，咁你聽日就可以嚟探佢啦。OK， 咁啊聽日我唔爆炸頭啦，聽日直頭髮。OK， 咁啊聽日嚇，好啊，又卷啊，聽日唞下啦個頭。唉，多謝大家。好啦，咁多謝大家收睇，拜拜。